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欢迎翻到嚟继续玩呢个游戏啦。呢、这个 Sir 啊，唔系唔系呢个呢、这个叫咩啊？死咯，突然间唔记得咗添。Diversity Two 啊 ，Diversity Two 系我突然间想讲啊，翻嚟玩 Utopia 啦咁。好彩你唔系讲起自己玩紧边只 game， 我哋玩 Attack of the B-Team， 冲啊！耶，系啊，我哋今次咧就拣呢个探险嘅呢个嘅关卡，我哋企过去啊。探险啊！探险啊！探险究竟玩咩嘅咧？嘢等紧我哋嘅。应该探险地图好靓嘅，我就觉得。喂，哇哇哇，好靓喎，真系。至少好过上一集先啦，上一集好明显系 hea 住嚟做啊。系咯，哦，今集好好多，不如我哋睇一睇呢本书有啲咩先。好啦，我讲啊。得本嘅。唔知喎，咁快嘅。系咯。好啦，我就哇有排翻译啊，好加油啊！有好多本，好长咩本书？唔系，得两版啫嘛，但系我觉得应该会有好多版书，好多本书。加油啊！其实咧，我揾呢个管家嘅工作咧，就揾咗好耐噶啦。跟住我谂，我应该揾到呢份工啊！有一个 professor 叫做 H 橙 H Orange 就。找了我啦，咁就去俾一個嘅 offer 我，跟住佢就係嚟佢間屋度，依間咧就係佢間屋啊，咁呢度就係要我哋幫佢做管家，咁但系咧佢就冇俾太多嘅詳情我哋喎，呢個好似一個好有趣嘅地方，咁呢啲鐵塔咧，唔係呢啲塔咧就其實都幾高啊，咁應該冇乜關係嘅，對於我嚟講，就算啲塔幾高都好，因為我哋喺酒店嘅工作咧，其實我已經。在酒店裡的工作已經走了很多的樓梯了，我現在在想Professor Orange 呢就沒有說過他有我電話響今次都喂喂好啊鬧鐘響我真的很震撼、啊、今次呢、大家他就沒有說條鎖匙在哪裡，所以我們就應該要找條鎖匙出來熄回個鬧鐘先。OK， 即是我哋嘅目标 target 系揾锁匙。耶、yeah, ，不如我哋睇一睇先。呢度应该睇一睇先，呢、這个位应该可以入得啊嘛，有块压力板度入得个。哦，原来系冇山嘅嗰度。哇，好靓喎呢度。好详细嗰个整得。好、啊，呢度有块压力板。我想问下，有线喎、啊，系咪应该要攞啊？拎晒佢先啦，应该所有嘢都。有箱有。开关掣，我好惊喎。开关完之后会唔会炸死你噶？应该唔会啩，开下揿冇事。冇嘢噶喎，开关就系呃鬼嘅喂。我哋攞晒佢面啲嘢先啦，不如。有啲咩啊？唔知喎。咩？呢个呢棵花可唔可以攞噶？诶，我攞咗幅画。竟然系咁。唔系我揿咗嗰幅画，佢去边啊？唔知去边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就有本书喺度。添喎呢个。系啊，有本书喺度。好啊。呢本書的名稱就叫《到達》。好啦，這個咁嘅莊園啊，咁其實咧佢就係有一個人咧叫做 Gordon Brawl 起嘅，Gordon Brawl 起嘅。咁咧，但係咧呢個唔關事。咦？咁你又叫我講？好啦，咁呢個咧就係其實係一間度假屋嚟嘅。咁但係咧，佢因為咧依間屋原本嘅擁有人死咗之後咧。佢就可以一個 Professor Orange 咧，咁佢就可以用好平嘅價錢咧，咁就去拎咗佢翻嚟啦。咁但系咧，我估咧呢個咁嘅原有人咧，阿戈頓咧，咁就好中意咧呢啲咁嘅又偏僻又幽暗嘅森林嘅。但系阿 Professor Orange 咧就話：我最中意點解啲人咁奇怪嘅，中意啲暗黑森林、幽暗嘅森林，就可以做度假。我諗咧。正哦，原來佢有原因嘅，呢個就係一個最好嘅地方俾我哋去做一個佢啲實驗啊！呢、這個咁嘅，死啦！會唔會做人體實驗嘅呢度？應該唔會係啩，咁驚。好啊，我哋繼續入去啊。睇下先，呢度繼續有箱啊嘛，立曬啲箱裏面啲嘢先啦。仲有啲，哇！呢度冇改曬呢個櫃，呢個櫃有書喎、啊，呢度又有書啦，有書有紙喎、啊。哦，有書有紙啫，我多拎咗啲。睇呢度仲有冇書俾我哋可以講下故事？咦話係，哇名多呢度，嗯，仲有啲水滴啦、啊，膠樽啦、啊，仲有啲嘢喎，哇好多嘢喎呢度。哦，有書啊有，呢本書咧就叫做四個塔啊。好啦，咁其實咧
在第二眼望过去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是第二眼望过去的时候呢？不是应该第二眼，即是望多几眼呢，是的，应该是望多几眼的时候呢，其实呢这间屋的布局其实都不是很差的，你应该会很易找到的。咁喺四個塔咧，就呢四座塔咧，就其實係最啱咧，俾我去外嚟做我啲實驗嘅。咁但係咧，每一座塔咧都有佢自己個問題嘅。咁譬如咧，第十一集咧就第十一集，第一座塔，點解會講得第十一集嘅？第一座塔咧就其實係生滿曬植物嘅，你係好難咧會先去到上面嘅。然之後咧喺第二座塔裏面咧，佢啲行人路咧。即係佢啲路咧就係爛曬嘅。第三咧，佢啲嘅咩嚟噶？佢啲紅石嘅線路咧，咁就全部都完曬嘅。然之後第四座塔先係最衰。佢個旋轉樓梯係一個最我已經理解得到啦，即係一個玩 parkour， 一個玩紅石，應該都係咁噶啦。好啊，不如我哋入去啊，唔好講啦。我哋行左定行右？左邊係話去。左边的壳，右边是去右边的壳。左边锁咗，咁即系右边。左边锁咗，即系右边咯。好啊，呢边好啊，停系咪先？有只表唔关事，跟住呢度乜都冇。然之后就咩啊？呢度咩洞穴嚟啊？系冇嘢去，可能之后会有用，但系依家肯定冇用。哇，好深啊！呢个先系解谜，我觉得呢一度。系啦，会。我整烂咗幅画又。唔紧要啊，画啫。咦，有书喎，呢度又。有书有纸喎，哦，普通嘢嚟嘅系嘛？诶，呢度有第一座塔嘅入口喎，系咪？想睇埋呢间屋入边有冇嘢先啊？不如我哋就睇埋先啦，睇埋先。哇，好多好多间房喎，我哋逐个我喺呢边。Yes 嘅呢个厨房就锁咗嘅，然之后呢边就冇嘅。哇，佢啲柜桶都整得好仔细，所有嘢都系咯，靓喎，整得有红石嘅，点解呢度？唔怪之得佢话整白。八个月啦，呢个系咩嚟噶？阴又有名牌嘅，唔知道我哋系咪要瞓咗觉先好啊？瞓咗觉先咯。喂，俾我瞓啊！我都要瞓噶。乜嘢啊？喂，呢个唔系 mod pad 嚟噶，真系要瞓着先 safe 噶，应该。唔系 mod pad 唔 mod pad 都唔系瞓着都 safe 到噶，冇记错。系咩？可以熄灯噶呢间房。哇，咁黑嘅，可以我嚟俾瞓觉咯。冇嘢执噶咯呢度。应该冇事，呢啲书唔读啊，已经好难啦。翻嚟嗰边系锁咗嘅，嗰、那个厨房道门。然之后我哋可以应该过翻嚟呢边嘅，佢写住嗰个物屋咩啊？温室嗰度，我哋过嚟呢边啦。喂，但系我有啲啊，呢个嘢系咩嚟嘅？呢个叫做。哇！咩做咩事？呢个咁嘅嘢，佢喺边啊？你边啊？你呢度喺度啊？完全咧，呢度有第一座塔，但系咧望喺呢个位，你揿啲掣咧，佢会咁样变咗啲嘢噶。会褪位嘅？系咪要咁样？哦，佢系要你褪好啲位啊！褪好啲咩位啊？即系咁样啊？不知咩事喎，但系唔知道有啲咩出咗嚟喎。哦，呢度有嚿嘢喎，有个镭射房可以用嘅，有八个嘅镭射房，唔知咩嚟，跟住佢先啦。好，跟住呢边咧就系第二座塔，嗰边就系第一座塔。不如我哋跳入第一座塔先啦，逐落去啦。呢边啦，咁就屋商喎呢边。咦，有个钟喎、啊，有好多嗰啲叫咩半欧啊？系啊，我都有好多。我哋唔好漏攞啲嘢先。系啊，你应该第一座塔。我话第一座塔就生满晒啲藤蔓，但系应该都冇事啊嘛。睇睇先，有啲咩嘢可以俾我哋做？有书。好啦，第一座塔就系拜呢个 Professor Orange 嘅。好啦，其实咧呢堆咁嘅塔咧，就其实咧搞咗我好癫啊，好猛啊，搞咗我好猛啊！咁咧，但系咧，但系咧，如果咧我已经系傻咗嘅话咧，咁其实咧佢应该唔会搞到我傻咗嘅。但系真系话佢真系傻啦。咁但系咧，有啲咩嘢咧系会令到我更傻咧？咁呢个呢一 part 嘅呢间屋嘅呢一 part 咧，
應該是生得最多植物的東西的，那我們呢就應該要找一個的 mirror play 給我們去做這個東西才可以做到的。哦，我們要拿那個 mirror play， 我們剛才拿那個的這個的壓力板上去。 OK， 我只有一個位置上到來的，原來其他位置都不行的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這邊，這邊，是這樣，然後這個位置上來，其他位置呢，都硬是有些東西卡住你，不是這邊，另外一邊，即是玩爬梯啦。是，沒錯，這裡就有一個很迷你的迷宮，這樣不知道是什麼來的，第二層。然後我們是不是過一個迷宮之後，哎，我找到了，上面跟著上第三層了。哦，全部都是迷宮來的，一些很簡單的迷宮。哇，它在間屋裡面做迷宮，很好玩，好玩哦，挺好玩的，間屋裡面做迷宮。對，而且它很善用那些東西，我覺得。咦，沒路的，為什麼這層？這層是沒路的。是不是不在這個位置上來啊？是。有可能不在這個位置上來。即是上來的位置錯啊，是，直情。這裡。對吧？啊，對吧，對吧，對吧。但是呢，這個位置是不對的。然後是不是還有第二個位置？哦，這個位置就對了。咁样行过嚟呢个位置就应该系咪可以跳翻过嚟？耶， yeah， 搞掂，冇难度啊！然之后，咦，又有多个压力板哦？咦，咁即系原来系揾压力板先喎，而家系应该全部都系压力板啊！咁样搞，咦，咁我哋应该搞掂噶咯？咦，即系搞掂啊？系啊，即系第一个破关噶咯，我哋应该系嚟攞个压力板噶啫。哦，但系佢话佢有八个压力板咯。咁即系话要揾齐晒佢哋出嚟，会唔会收埋咗啊？应该唔系要揾齐晒佢出嚟啊，应该系话咁多个地图揾咗八个压力板，佢就可以走啊嘛。哇！咁样 miss 咗咪有排再翻嚟攞咯？系啊，睇清楚啲，上面冇噶嘛？唔似有上面。系啦，我呢度都冇啊，下面都冇啊 ，check 过晒 ，OK 得，应该就得啦，咁样搞法。行多次啊？又行多次咩？冇啦，上面系得一个箱啫嘛。系咯，上面呢层冇嘢啦 ，OK 啊，清 clear， 咁啊走啊 ，clear 啊，落嚟啦，等你啦，快啲落嚟啦，等我睇下本书先，搵翻条路落嚟添，系咯，啱啊，啱啊，啱啊，应该，啊系啊系啊，佢应该要搵八块嘅压力板俾佢 work 嗰个应该最终嗰个目标，俾落到嚟俾啊 ，hi， 跳落嚟啦。或者找樓梯，這裡都可以的，下去就很簡單。好啦，第一座塔搞定，我們跟著去找第二座塔。第二座塔，yeah。 其實我覺得這一邊才是像解謎嘛，上次那個都不是解謎的。上次那個，上次那個像是什麼都要你玩的嘛。好，有第二本書了。好啦，那等我讀一下第二本書先。第二本書呢，好啦，那呢，但是呢，我就不是很覺得，誒呢嚿嘢其實我係意想不到嘅，呢個咁長嘅一個樓梯嘅系統，再加埋咧有個水池喺中間，咁但係咩嚟嘅咧？唔知咩嚟嘅，咁但係咧，我哋就阿 Professor Orange 咧，佢淨係記得咧，佢應該要快啲上到頂咧，咁就去跟翻咧佢嗰啲嘅壓力板咧，咁先可以做到嘢嘅。咁即係話咧，我哋就要我哋又係跑上去啦！哇，跑上去咁開心啊！呢啲咁体力劳动嘅嘢，你做得啊？隔篱有间厨房，我哋望下间厨房有啲咩？煮定嘢食俾你食。咁时必咩？喂，切！好，有嘢食喎。我终于知道点解中间要有笪水啦。吓，大众食唔食？我知道点解中间要有笪水啦。唔见咗。上边啊，上边又系啲要跑跑跳跳嘅地方嚟。哦，好啊，咁我等你嚟啦。一间等你落到嚟落厨房，应该有嘢食可以煮。喂，我找到第三塊板了，在廚房裡面。好耶，耶，那不如我看看廚房那本書有什麼東西說先。我跑上去。OK， 好，沒事了。廚房是說，廚房有個機械人廚師幫我們去煮東西吃，沒了，說完。我都不是很多跑跑跳跳而已。咦，又按了中文輸入法。唔係啊，我覺得佢都唔係算特別多依啲跑跑跳跳去做啫。咦，原來咁樣過，死啦！我啲
唔跟佢嗰条路咁样行添。哦，玩嘢啊？上面冇嘢嘅？开始跳紧上去，冇啊，乜嘢都冇。啊有，得啊，攞咗块压力板啦，攞咗啦，攞咗啦，攞咗。我有啊，我哋依家有，我有三块，你有两块，咁不如我哋依家直接。我得一块啫，我点解有两块嘅？啊唔系，你有咩？啱，讲错嘢添。你有三块，我有一块，然之后咁我哋就可以。喂，你调转咗，系我有一块，你有三块。我搞乱晒，系我搞乱晒啲事咗添。呢个厨房咧就系咯，我陈色跟嗰啲嘢食啊，使唔使俾你啊？都唔够饱食到嘅。依、這个地方系咩嚟噶？呢度边度？我哋要将啲压力板放晒上去，应该系放边度上边啊？放晒喺啲铁 block 上面啦，佢嗰度写住净系得铁 block 可以放得嘅啫嘛。哦，诶、欸，喂，点地下有线嘅、啊？冇嘢，我哋放晒出嚟先啦。你放得几多得几多啊？我放咗呢边两块，哇！呢度仲有，诶、欸，咩嚟嘅？唔知咩嚟嘅，我企到上去嘅喎。系咯。哦，系啲任务嗰啲嘢嚟嘅话。系、哦、，fire 同 reset 喎、哦，呢边有。哦，佢可以俾你转呢啲嘢嘅，哦，知噶，玩灯光反射啊，但我哋要嗰啲压力板先可以反射到去中间啊。哦，呢边系呢个灯光。系啊，我明白啊。哇，好正喎！依个咁嘅嘢。其实可唔可以拆翻佢出嚟再用过？唔使啊，因为应该佢应该要你搵晒八个。有人嚟我屋企嘅喂，停一停先啊。哇。喂，好啦，咁啊，我收完邮件啊，我无啦啦有速递，唔知点解。好啦，咁啊，咦？喂，呢度咩嚟噶？中间呢嚿？可唔可以速递晒啲羊毛俾我哋噶？速递你要羊毛嚟做咩啊？完成有呢个 map 佢。咁咪唔好玩咯，梗系玩埋佢啦嘛。咁其实咧，好啦，咁啊，总结一下先。我哋而家揾到四块压力板啦。咁啊，原来啲压力板系攞嚟改变呢一个类似啲反弹咁样嘅嘢啊，系咪啊？系啊，我哋应该玩光度咁样反弹，然之后咧，佢就会射啲光出嚟。然之后咧，见到呢啲咁嘅地獄嘅楼梯咧，佢就会反弹啲光嘅。咁佢有唔同嘅方位踩嗰个嘅压力板，佢就会有唔同嘅方位转啦。如果唔系我转完唔识改嘅，要由头再 reset。系要由头再 reset 过咗先再嚟噶。唔系 Minecraft 啊嘛，差唔多啦。哦，都 OK 啦。总之就向住有楼梯行嘅呢个方向，佢就会过去嗰边啦。咁啊，我哋最终目的咧，就应该系要嗰个光线可以反射到去边度啊？去中间？应该系中间啩？喺上面。哇！即系又系一个解谜嘅游戏嚟噶喎，呢个。佢全數都是解謎的，我發覺這個咩？不過這個解謎挺有趣啊，但我們首先要找齊了壓力板塊先。我們現在找了四塊，還差四塊，我們下集回來再繼續找其他的壓力板。好啊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